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监察委员被提名人许国文先生。请许国文先生。上台，上台。许先生，你好。你好，段委员，好。这个我们这一次的监察委员的被提名人里面，我对您被提名特别好奇哦。那么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您的年纪比较大。那么除了院长被提名人张博雅女士，还有我们在场的范良佑先生之外啊，您是年纪最大的。您是民国35年9月30日啊出生，是的，就是说，你到九月，你如果通过了这个，提名，通过了这个审查同意，你出任监察委员，你大概马上要过68岁的生日了啊。第二个让我觉得好奇的，是您的资历，跟您的经验，因为我大概很难想象一个监察委员的被提名人。第一个重要的资历是曾经当选好人好事，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大概就是一些社团的负责人。我坦白讲，我认为就你的口头报告跟您的自传看起来，您对监察委员的角色其实是不了解的。怎么讲呢？因为你的家族事业最重要的是罗东博爱医院，没有错吧？是的，是罗东博爱医院。您提到在这个您刚才给我们的报告里面最后一段说，如果我有幸担任监察委员，我特别希望在日益重要但始终在各方利益纠结且缺乏了解各中三位之专家来监察的医疗卫生及社福等领域贡献所长。各方利益纠结，你长期经营的医院是纠结的利益之一方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今天你如果要代表利益，你来当立法委员；你如果要监督政府，希望政府不被利益所左右，那你当然不应该担任监察委员了。为什么？因为你要监察的对象是行政机关。那你自己的家族的企业是医院，医院要被谁监督管理？被行政机关啊。然后呢，行政机关去监督管理你的家族的事业，然后你担任监察委员再来监督行政机关，这不是很荒谬吗？我可以理解找退休的公务员，我甚至可以理解找媒体的这个记者出身，我可以理解找学者，我可以理解找法官、找检察官，但我没有办法理解找一个被政府监督的对象的事业的负责人来担任这个要去监督行政机关的重要职务，这不是很荒谬？我举个例子，我手上有一份卫福部做的医院评鉴呐的成绩，这是2012年评鉴罗东医院啊，不，罗东博爱医院，里面有一项引起外界瞩目的，甚至医改会还特别标举出这一点，在那一年的评鉴里面，关于人力项目基准里面提到。依据病房特性配置适当护产人力（括号护理师或者护理士含助产师、助产士），在这一项评鉴结果，你引以为傲的罗东博爱医院评量的结果是一般水准以下 E 级 A、B、C、D 的 D 或不符合或 E。也就是说，罗东博爱医院就卫福部的评鉴是护理人员不足啊。
那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会造成大家很累，这个就叫做血汗医院。所以那一年有一个新闻说要提到要推动观光医疗，所以媒体就开始批评了，有四家医院，包括三总，包括中国医大附设医院，包括屏东安泰医院，屏东安泰医院是本会的同仁经营的啊，本院的同仁经营的，还有一个就是罗东博爱医院。那你要我们想象，说日后卫福部在评鉴到罗东博爱医院的时候，不会因为罗东博爱医院是监察委员许国文的家族所经营的，就在评鉴的过程里面会轻轻放下，或者在评鉴的过程里面不会有所顾忌吗？会不会？你觉得常理来说？我向委员报告，因为那个评鉴在那评鉴的时候，我完全不是没有参与其中政治，所以那时候成本卫福部，所以你现在要参与了？不是，并不是这样。我们的医院评鉴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所以有必须要改善的地方，我们都所以您要告诉我说，你对医院评鉴制度有信心，不会因为政治力介入或者是监察委员的角色而对评鉴的结果有所影响，是这样吗？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这样才正确。你也要告诉我说，我们的社福的政策，包括现在在纠结的药师法的修正，药师法修正，或者是医纠法的这个修正，不会因为您担任了监察委员，你所代表的是这个利益纠结的私立医疗院所的一份子来担任监察委员，行政单位不会有所顾忌，你要告诉我是这个吗？并不是，因为政策，我们监察委员如果是政策决定了以后，我们才是监督，只是监督，并只是监督。是的，他们不会让行政单位有点顾忌说，那个许国文现在当监委哈，他是罗东博爱医院的老板，所以如果我们要去查罗东博爱医院的时候，万一许监委不晓得，对我们会不会有意见？你以为我们那么天真吗？我个人绝对不会。好，我再跟你请教。不会。从您到现在快要68岁了，我发现您的资历里面，其实我们所强调的司法或者学术或者行政能力，或者最起码的对于行政流程的了解，大概很少有一位像您这样，除了扮演被监督的单位的角色之外，在这边毫无角色。所以我不禁要怀疑说，这么多人才，为什么马总统特别主意您？这我非常的这个好奇，所以我去查了一下，我发现您跟马总统其实是有渊源的。在民国100年的12月4日，这个过两个月，就一个多月就要投票了。好，你看了，这个是全国马吴医事团体联合后援会10000人停马大会，100年12月4日周日12点，中午12点在台北市的百灵高中操场。那么里面呢，主办单位的筹备会主办单位是马吴医事团体联合后援会的筹备会，总干事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安泰医院的院长苏清泉，就是现在立法院的苏清泉委员。那您呢是宜兰区的召集人，罗东博爱医院许国文董事长。所以您除了有2次曾经参选过立法委员，有一次落选，有一次没有算了，对吧？算个一半没有算了之外，大概这是我能找到您跟政治名字可以看得到挂在上面，就是说您在
这个2012年的总统大选，您是担任马英九跟这个吴敦义进一市团体联合后援会宜兰区的召集人，您的名字高高的挂在上面，就显见了、您跟国民党或者跟马总统的关系应该是相当密切，没有错吧？因为我是的确我是国民党员，那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是医院协会以及区域医院协会的理事，那是整个协会要发起这样一个所以我就所以你是被迫，因为你挂了那个身份，你不得不去参加，还是你？而且我是你本身嘛，你就勇敢讲，你本身你支持马总统嘛，没有错吧？但是我如果有幸能够当监察委员，我一定是退出党的运作。有，我有看到我们的人这个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问卷调查表，第一项啊就问到担任监察委员后是否会放弃党籍，你回答的是放弃党籍，放弃党籍是退出政党，你回答的是是，其实回答是的不多，其实不多。那么这个有的是没有回答，有的说他是无党籍，所以您回答的是是，我钦佩你的勇气啊，你回答说我会放弃国民党党籍，没有错吧？谢谢。是，那你有的问题有回答了，有的问题没有回答。譬如说呢，你有一个问题呢，你回答了，我也很好奇。请问您认为第五届监察院组成后，是否应对涉及违宪违法，并经一审判决有罪之前检察总长黄世明予以弹劾？你的回答是否？在今天一起被这个接受质询的，包括陈秀豪女士，包括王美玉女士，都回答了是，那也有回答否的，但是回答否的都有讲理由了，譬如说沈美珍女士她有讲了理由，那您回答否，你说不需要再提起弹劾，你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我认为他已经有两次，在第四届的时候已经有两次的那个弹劾没有所以第五届不需要再调查，不需要再弹劾。那如果第五届有委员在调查，在那个然后需要院会来决定的话，我们还是会。那你当然会要参加决定啊，对不对？但是就我了解，看起来你的态度大概不会支持弹劾。好，那如果他是因为第四届曾经调查过，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说，如果宪政机关的幕僚长逾越了宪法原则，如果他有假设性的前提，逾越了宪法原则与宪法义务，侵犯他宪政机关另外一个宪政机关及所属机关之权限，是否应予弹劾？你了解我提的问题吗？这个问题你没有回答，我现在请你回答。这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所以假设性问题你都不回答。假设性问题，然后所谓侵犯，所谓的侵犯，我真的不是很清楚，侵犯到底是什么？如果他有侵犯，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如果你认为他侵犯，这个当然有主观的判断，就是站在你的立场，你如果主观判断说他有侵犯的话，他该不该被弹劾？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很难吧？那你为什么不回答呢？因为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假设性的问题你都不回答。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认为各部会，各部会的院长、部长、各部会的长官，如果知道所属公务员有违法、废弛职务或其他失职行为等情事，仍同意下属主动办理退休，是否应予弹劾？这也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所有问题都是假设性的问题。包括你要不要退出政党都是假设，你如果担任监察委员，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的？你说是，你同意是应该被弹劾，那这个同样是假设性的问题，那你为什么就同意了呢？
啊？什么原因吗？同样的假设，有的假设让你觉得很犹豫、很担心，怕他指的不晓得是谁，不晓得会不会跟我是好朋友，是这样吗？那我问你下一个问题：如果宪政机关的幕僚长或幕僚侵犯他宪政机关及其所属机关之权限，是否主动申请调查？哦，这个不是弹劾了，这个问题问的是你要不要去主动调查，这个已经还没有到弹劾了，那你为什么也不回答？因为它也是假设性的问题吗？因为这个问题跟上面像前两个问题那个所谓侵犯这两个字，我所以你不了解说侵犯的定义是什么？那你怎么当监察委员呢？你当监察委员，你要有主观你自己的判断认知啊，对不对？我这边写侵犯，每一个人对侵犯的标准都不同。这个侵犯指的是你的认知的侵犯，如果达到了你的标准，当然是这样啊，对不对？那你既不调查，也不弹劾，你只告诉我说，因为它是假设性的问题。为什么当监察委员的话，就真的是实际的？因为我觉得你有所顾忌。我后来去查了，我不晓得你在顾忌什么。后来我去查了，我去查了这个你们罗许基金会啊，罗东博爱医院是属于罗许基金会的。我去查了，我去查这个罗许基金会的这个法院公这个公开的资讯，结果我发现，在101年7月20日，法院公告罗许基金会改组，新的董事的名单，第一位是您，您是董事长，这是101年7月20日，那么是内政部在7月11号送件，哦。101年7月11号送给这个法院的，法院公告了。您是董事长，副董事长叫徐子文，徐子文是您的弟弟。弟弟，他今年曾经闹过一个新闻，闹得很大。然后呢，好，我用红笔画起来的。我先问，第三位叫做金普聪，这个金普聪是现在的这个国安会秘书长那一位吗？是不是？还是同名同是？是的，是。第四位叫罗志成，这位罗志成是曾经担任过中央社社长那位，或者是你们罗许基金会你们的堂兄弟，这我不是很清楚，所以我特别跟您请教是哪一位？是担任中央哦，是那一位曾经在马总统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的新闻处处长，后来在马总统担任总统之后，他担任中央社社长的那位罗志成先生，对不对？是的。那因为你们是罗许基金，我知道您的上辈这个许文正先生跟这个罗文堂先生是兄弟，是亲兄弟，所以罗许基金会其实你们都有姓罗姓许，常常都有亲戚关系，常常是堂兄弟的关系，没有错吧？是的。那罗志成先生是不是你们的亲戚？不是。不是，因为我知道他跟马总统是同乡，他是湖南人。那他为什么会担任你们基金会的董事？因为我们基金会是以做公益事业 为主的基金会，所有的董监事啊，所有这种都完全是我跟你请教，我跟你请教。然后罗许基金会最主要的经营的就是你们的最主要的一个这个附属的就是罗东博爱医院，对不对？没有错吧？罗许基金会。所以呢，你们在这个章程里面其实也讲得很清楚了。好，既然你们大概活动的范围都在宜兰，甚至以罗东为主，所以包括你们亲戚，包括在地的人，包括罗东博爱医院的主管，这我都可以理解。我现在先来问罗志成好了，罗志成跟你们要做的乐善布施，或是说你们想要做的这个医疗有任何专业的相干吗？因为我再问第二个问题，7月11号内政部送给法院，表示早在这之前
其实你们就已经决定要开了董事会嘛，新聘的董事就有罗志成了，对不对？那你知道罗志成什么时候中央社社长卸任？你不晓得，你不记得了。在那一年的7月10号交接，他那一年的7月1号请辞，然后7月10号交接。我非常好奇，就是说，到底你们决定聘罗志成担任罗许文教基金、罗许基金会的董事，是在他辞掉中央社社长之前或之后？你们是怕他没有地方去，所以请他来当罗许基金会的董事吗？他跟宜兰有什么渊源？他跟博爱医院、跟你们的医疗专业有什么渊源？他会来当这个罗许基金会的董事，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嘛？你告诉我啊！因为是你的好朋友，因为是你的好朋友，这也是一个原因呐、啊。他总要有个原因嘛。我们不就是因为罗许基金会一直局限在宜兰县，我们希望能够扩大我们做公益的，你们希望有全国性的视野，是的，希望能够不是全国性的，希望我们的公益事业能够做得更。所以你们认为罗志成先生有助于你们推动公益事业？目前这个也是一个理由。那我问下一个问题，您知道？这个往下。刚才这个董事的名单里面啊，我先问一个问题好了。这个许国文、许子文、许建文，还有这个许博文、许基，这五位你们是兄弟姐妹嘛？对不对？是的。除了这五位，这15位董事里面有没有你们的亲人？没有，没有，没有嘛？哈。好，我们看下一张图哦，给你看一个这个住宅，一个建筑，这个是罗许基金会，对不对？是的。这是宜兰县罗东镇南昌路83号，对不对？是的。没有错嘛？罗许基金会的地址在这边，博爱医院地址在这边，还有你担任董事长的罗许建设公司登记在这边，还有另外一家叫做博爱企业有限公司，是不是也在这边？你知不知道嘛？是的，那有83号跟两个、我现在问的是83号，我知道你们有81号跟83号，博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他的董事长叫许子文，是你的弟弟，他也是这个罗许基金会的副董事长，他也是执行长，没有错吧？他现在还是执行长吗？医院执行长，也是执行长。好，你看红笔画起来的这个，不好意思，把你的您令尊的名字挡到了。许文正先生是董事啊、哦，那个董事叫罗志成。他的持股是零。好，博爱什么叫做博爱？博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所营的事业、经营的事业，投资建设观光、投资新社区建设、创设有关社会福祉事业，然后还有农作物栽培、成衣业、国际贸易业、洗衣业，这哪一项让你们把罗志成找来当董事？他的董事有没有酬劳？没有，没有酬劳，没有，是的，只是找他来挂名当董事。对，所以我们要希望能够，那服务，扩大服务层面。啊？扩大服务层面，所以，扩大服务层面，你们做生意有什么扩大服务层面啦、啊？不是做生意，我的意思是说，博爱企业有限公司是不是一个在做生意的公司嘛？是不是嘛？是不是嘛？做生意，你开建设公司，你盖房子，又没有什么可耻的。我问你嘛，你们是不是在做生意嘛？有没有做生意？简单的问题，请回答我。可这个公像建筑方面，我们都是从一直都没有在都没有在什么？没有在做生意，没有在盖房子，都是空头的，都没有在动。盖就是都是医院的，目前都是医院的，不，你在跟我回答什么啊？病房。
你要告诉我，如果你要不要我提陈定南当县长的时候撤销你们去头城那边盖度假村的执照的事情？什么叫都是在盖病房？那我问你，这个公司在做什么？在盖病房吗？你没有回答我嘛？你答不出来吗？罗志成先生是马总统的幕僚，马总统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把他找来当新闻处处长；马总统当了总统，把他找来当中央社的社长。他在这之前是光华中心派在香港，到现在他也还有政府基金会的身份。在他中央社社长卸任，你们就找来当罗许的董事，找来当你们家族企业的董事。什么原因？是因为他跟马总统跟金普聪，他跟金普聪也是好朋友啊。好，那我们现在来问你，金普聪先生在七月担任罗许的董事之后，九月就发布叫就去美国当驻美代表了。那我要问你，为什么是金普聪来当罗许基金会的董事？我刚刚已经跟委员报告过，我们希望因为你们要拓展你们做公益的范围到全国，所以你们就是找了马总统的好朋友。我看不只是这样，我来引一篇报道，这个是2009年宜兰选县长，对不对？吕国华要连任，后来你们基金会的吕国华落选之后，你们基金会的这个是主任秘书吧？是吕国华的机要，对不对？不是，他曾经在县，曾经在县府，在里面，曾经在县政府是吕国华的心腹。后来他落选之后到你们基金会去任职了。好，这个我不管。2009年，金普聪即将接任国民党秘书长，成为党务操盘手。其实这是中广的报道，在这次县市长选举前，金普聪就已经为吕国华提供选战策略意见。吕国华竞选幕僚透露，当时考量竞选总部人多嘴杂，金普聪和竞选干部的约见地点都是在罗东博爱医院。罗东博爱医院的院方也证实了，选前就11月23日，国民党曾经以宜兰县党部为名向基金会商界会议室。这个证实的人是现在我们看到董事的名单里面的董事名单，我看一下。哦，这里面吴雪玉那时候是好像是主任秘书，是不是？他是我们医院的复健师的主任。他现在是副院长吗？是副院长。副院长嘛，对不对？他跟那个你们现在国民党提名的这个县长候选人邱淑媞的先生也是博爱医院的副院长，对不对？是的。是嘛，哈。好，所以金普聪为了替吕国华的选举帮忙，国民党宜兰县党部来跟罗许基金会来借会议室，好，是这个地方，或是刚才我们提的那个白宫，那个罗东镇南昌路83号是白宫宿舍，这个宿舍。哦，这是宿舍，但是我听说您住在这里面吗？是的。你住在这里面？是的。这里面会不会有你们的客人在这边住？地方上都说这是你们基金会的招待所。是我们有一点也有给客人住的。那金普聪，无论他担任国民党秘书长之前或之后，他有没有在这边住过？这个我不在，我你不知道，因为我跟你也住在这里面啊。对，可是那不是在同一栋里，不在同一栋里面，所以你们有好几栋。那因为招待所是小小的，小小的，所以你住了什么客人你也不知道。虽然你 是罗许基金会的董事长，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所以你看哦，金普聪先生还没有出任驻美代表，
他就已经到宜兰，可能我认为大概不止一趟吧。好，那也有可能住在你们基金会的招待所。我听到的是，他要么住白宫，要么住在这一栋。好，现在问题来了，你们到今年，从二零，我刚才提示的那个二零一一年，金溥聪跟罗志成担任你们罗许基金会的董事，到现在，你们在今年四月还有一次变更，对不对？你们送到法院去变更，有没有？是的。那个时候，金溥聪跟罗志成，四月哦，今年四月，四月你已经知道自己要被提名当监察委员了，对不对？四月还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五月才知道，是这样吗？是到所以四月份也没有人征询过你，你要我相信这一点吗？好，没关系，我就相信你。所以你们四月去变更，金溥聪跟罗志成还是基金会的董事。那我再问你下一个问题，你们最近有没有去变更董事？有没有？最近他在有没有开董事会变更董事？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是董事长，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因为金溥聪先生在我们青山当任职的时候，他还是民间人士。并没有公职在身，所以因为他有公职，所以你们去变更董事。那时候因为没有公职，并没有。我知道嘛，我问你最近你有没有去变更董事嘛？有没有？这是一个简单的有没有？从四月你们去变更，他还是董事，从四月到现在有没有变更？他提出辞呈，所以我们一定要。他什么时候提出辞呈？董事会来。他什么时候提出辞呈？应该三月二十，三月二十几号提出？那你为什么四月？来，我们四月的那个看一下。好，四月的这个是四月十七公告的。金溥聪、罗志成，金溥聪还是你们董事啊？你们什么时候？你们什么时候送变更的？他三月二十五号提出辞，但是你们没有同意他。一直到最近才同意了，因为最近你这个监察委员的提名要到立法院来审议了。好，你们变更，把金溥聪拿掉了，换成谁？换成谁嘛？说，说嘛，讲不出来，不敢讲，记不得。你们把金溥聪的这个名额换掉了，换成谁？你记不得？你再讲一次，记不得？你有没有去开会？你们一个董事换的人，你告诉我你记不得？你想清楚啊！你以后当了监察委员，这个又要调查对象，告诉你记不得？你是董事长，最近才开会的，最近才送件的。我给你看一个名字。我们看下一张，是不是红笔圈起来这一位？是不是？现在名单是不是在卫福部？我问你是不是，请你回答。记不得？不是，是，只有这三个答案，是哪一个？哪一个？不，主席，这样我没办法问了。他在上面发呆，我怎么办呢？是或者不是嘛？红笔圈起来。你不认得那个名字吗？你认不认得？你念给我听听看。你念得出来吗？这个不是，这不是医院，这是医院的。不是，我问的名字嘛。林建荣先生。不是，我问洪秀柱了。对，洪秀柱是不是你们新任董事嘛？你们提报给卫福部的董事是不是洪秀柱？是或者不是？也有可能我搞错了。你就告诉我说，段委员，对不起，您搞错了，我们提报董事是另外一位。你不要拖我时间了、哦。不，主席，如果被提名人在那边拖时间，我等一下我是不下来啊、哦。是不是嘛？是或者不是？
你是耳背吗？你是眼睛看不清楚吗？我已经把这三个名字念出来了，本院的洪秀柱副院长啊，是不是嘛？真的是不记得，不记得。一个监察委员的被提名人，就在现在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不记得。洪秀柱，我们现在撇掉他是不是担任董事，洪秀柱副院长，跟你跟令尊很熟吧？熟不熟？熟，很熟嘛。跟我父亲，跟你父亲比较熟嘛。有人说他叫你父亲叫爸爸。好，你看啊，这是一个关于国立阳明这个大学附设医院要在宜兰设院的这个案子呢，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在马总统上任之后，前后被挡下来了。2000年的时候开始筹设，尤锡坤院长的时候开始，本来的经费是69亿，到2009年被删到49亿，到2010年，2009年马总统上任了，2010年删到只剩下20亿，而且把规模缩小。这是洪秀柱那时候是委员提案。我们再看下一张，洪秀柱委员提案关于宜兰阳明医院的扩建案，要变成医学中心的案子。我们看下一张，冻结这个阳明医院后续的款项，洪秀柱委员的提案。我们看下一张，这个是如果新院区盖好，旧院区就要结束营运，要使用的土地要归公，洪秀柱委员的提案。这个提案目的是什么？宜兰的乡亲都希望在宜兰能够有一个医学中心，一个更大的教学医院，而不是只有现在您所自豪的罗东博爱医院独大。所以要盖新院区，然后跟旧的院区、新民院区、宜兰院区合起来，它才会变成医学中心。但是包括洪秀柱委员在内，他提案，他最关心这个案子，提案阻挡冻结，做附带决议要求来报告，到现在没有了。他跟令尊很熟，跟你我不知道熟不熟，但是金普聪先生不担任罗许基金会的董事之后，现在你要听，给我听好哦，你不要去把这个变更案抽回去哦。现在在卫福部把金普聪的名字换成了洪秀柱。为什么去换？因为金普聪知道我们在查这个案子。那你们很奇怪，你们难道不能去弄一个人头吗？你们医院那么多主管，你们医院院长是不是罗许基金会的董事？现在院长不是，不是，你们的副院长是，你们你弟弟当什么医院的总务长也是，你们院长不是，你难道不能让院长来当罗许基金会的董事吗？你非要弄个洪秀柱，叫许文正先生叫爸爸的洪秀柱副院长。对，罗东博爱医院有可能产生最大竞争可能的国立阳明医学院附设医院的扩建案，在宜兰有可能会有一个医学中心的案子，百般阻挠。你要告诉我，我回到一开始问你的问题，你要告诉我说，你们这个家族有了一个监察委员之后，不会去对行政单位产生压力，不会去排除异己，不会是维护你们自己的利益？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我再问你下一个问题，最后一个，看那医院变更那个表，你们的医院这次变更就是今年4月17啊，新台币3亿变成8亿，
你们从上一次101年的变更是变成3亿，现在已经变成8亿了。你们的基金会的资产这2年之内增加了2倍有余，增加了5亿多，真是好赚。这就是医院的收益，对不对？没有错吧？是有医院没有错吧？再见。因为我们先干。